师尊曾言，既为正道，便当斩妖除魔，护持众生。无论身居何处，都应以苍生为己任。妖孽横行之时，便是我等下山之日。月色下，少年郎，看你往哪儿跑。妖孽障，啊！少年，你可知此地是何处？妖孽，行刑作态！葬黑石洞吧！前方，想必就是黑石洞了。小蜘蛛，来跟姐姐玩呀！此洞凶险，速战速决，与他人会合。这里黑漆漆的，他们在哪儿啊？是多谢了，无妨。想必这就是黑石洞最深处了吧？狐妖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竟能来到此处，看来三妹所言不虚。天道之下，万物共静，狐族只为求生，你们当真要逼之绝地？来，让我看看你们所谓正道究竟为何。你们既到此处，
这天下的妖，当真都是邪魔外道吗？